我一个大肠甜血汤，一只，啊，搁一块米花，啊，先付钱嘛。啊，你那汤有综合的吗？是啊。有啊，我一个综，我综合的。啊，你名字叫？里面有很多的老牌猪血汤，猪血汤的灵魂就是这个酱油膏。这个综合汤小碗的50，大碗的80。这个猪肠很新鲜，这个大肠头，有嚼劲，这个小肠。比较软一点，这个是综合的。这个肠子也是处理得很干净，刚才一阵混乱，现在比较好一好，客人比较少一点。这米酒的硬度比金汤软一点点，另外我在我可以分账哦，嗯，备账，嗯，你老妹菜，嗯，谢谢，排骨大王今天没有开，休息。
一个绿豆汤。绿豆汤要不要加粉饺？好。这边用外带。这边用。刚刚35元。那个粉饺没有加5元吗？没有，免费的。好。40年老店的绿豆汤，古早味绿豆汤。那五福三路这个是新开的，那旧的是在汉口街，三民区汉口街42号。那这个一个是35。有免费加豆角。豆角每日免费限量供应。绿豆的 Q 度也够，微糖。